00后住一个房间吗？哇，可以去串门吗？他们住哪儿啊？住离我的房间远吗？我看到一个跟我爱好非常接近的妹子，很有好感，但可惜没有见到本人，也没什么，就没有什么过多了解。是你们三个零零？你们三个零零？什么意思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住一起，三个零零后住一起啊？你的室友是谁啊？李润英。Oh my god！兴奋的、高兴的拍起了肚皮。天呐！心凉了，为什么凉了？你为什么要凉？哇，小朋友住在一起，太可爱了。小朋友们住在了一起耶，你们不觉得很开心吗？我不是怪阿姨，哎呀，这个怎么整理不好？明天要用的。节约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太久没有关注了。